嗨，大家好，我轮子，今天呢带大家来玩花莲喽。明明约好呢是中午啦，然后呢我没有迟到，强调一下我没有迟到，但是大家呢都太早到了，所以我现在呢在花莲村这边呢等大家来接我阿内拉。是老司机在载我。好，来拍一下。真的，我是李先生。现在到了就是清水断崖，对。然后没想到这个景点这么的赤裸，好不好？它就在路边而已，然后背对海，就是我的脸很黑，但是呢，拍一些风景给你们看。天翔的这一本。我刚刚看到有禁止喂食猴子的牌子，我以为是开玩笑，就真的有猴子哎。七星潭，耶！可现在下雨。那我现在已经到旅店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捷克旅店。今天的行程就是一直都下雨，对。所以呢，没有办法拍太多的影片。等我的室友们来呢，然后整理整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去东大门夜市。我们现在就到东大门夜市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，就先这样子。好，哦、这样子我们要等100号。这东西长大之后就知道了。嗯。这牛奶很好喝，奶味很香，然后它的珍珠是小珍珠，所以。咬起来蛮有嚼劲的，不像大的会有时候软软的这样子，好喝。嗯。我们现在来这个蒋家棺材板，好不好？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料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料真的是很实在。来，怎么样？这个超好吃，没有带腐烂，真的没有带腐烂。预期上来讲，它这个会因为是炸的东西，我们怕原本怕很腻，所以没有点很多。所以它吃起来真的是，可能是因为它料很丰富吧，所以没有那么腻，比想象中好很多。然后料很扎实，因为我们刚刚吃的时候，其实咬一口下去要吃好几秒，它那个肉会一直吸上来，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肉肉相连到天边。对，推荐大家，这边是那个什么原住民一条街最右边，最右边有个蒋家棺材板。蒋家棺材板，嗯。OK OK， 好不好？我个人也是属于喜欢吃薯泥的，如果就是早餐店有薯泥什么挖沟，基本上我都对薯泥沙拉、薯泥什么吐司啊、薯泥汉堡，几乎都会点薯泥系列这样子。就是早餐店那种薯泥，然后配很多它的生菜，就比较没有像刚刚那个牛肉被盖过菜的味道。牛肉那时候那个高丽菜吃不太出来，然后这个高丽菜就吃进去就真的是那种生菜沙拉的感觉。但我也是一样比较喜欢沙爹牛肉，就是好像比较配。对，它不是说不好吃，只是那个好像比较配。我觉得有点像早餐啊，真的。这个如果早餐吃这个可以，因为我们那个烧烤实在是太热门了，所以呢我们逛了一下，吃了那么多东西之后呢，烤肉还是没好啦。所以呢，现在就来逛一下这个特别的中央区域。在地的朋友们跟我们讲说呢，这个夜市的这个中间的区域呢，其实是以前的花莲旧站。然后我们走进来之后才发现说，就是在地上真的是，有没有看到铁轨呢？这真的很不错哎，
是不是？是，终于买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大概等了七十分钟，应该有七十分钟。我觉得好像超过了吧，刚刚还逛了一轮。所以就建议大家来，如果想要吃的话，直接先点，然后再去逛。先走人了。对对，先走人了，回去休息一下，睡一下再来。